大家好，欢迎来到J哥不错。今天呢，刚好 Model X 交车，交完车之后呢，因为有了上次 Model 3的经验，就是呢，充电转接头没有买，地垫没有买，很多配备都没有买，所以呢，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呢，这一次再交特斯拉第二台 Model X， J 哥完全知道要怎么处理了。二话不说，直接从内湖开到士林的修瓦门市，然后呢，整组哦就交给修瓦的小哥们帮我们整组安装好，你就在里面喝杯咖啡，等待个15到20分钟，修瓦小哥就会帮你把整组安装好，你就可以帅帅的开出门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旧瓦的小哥怎么安装我们的这个 Model X 全新的旧瓦配件。所有东西这边都有。对，那我们这台车是 demo model， 就是很方便的，可以跟客人介绍。对，我们每一个门市都有做这个，很方便，可以让客人知道每个产品安装在哪个相对的位置。是，现在都 demo model Y 吗？对，这很赞诶，你们设想的很周到诶。对啊，因为很多客人不知道东西要安装在哪里。对，这个很好用，这个我们有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后来又新的。没有，那个空间不太一样，因为你是三。三。对。它那个平面可以直接放。对，就卡在这个的 Y， 你看它 Y 的底下很小，哦，所以纸盒塞不进去，所以我们另外设计了一个底板，哦，多了一个空间，可以卡住这样子。三还是最多人拥有的嘛，三拿着就 Y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。就是Makeset， 对，但是我没有加装这一条线，我没有把它装而已，对，我自己没有装它。你有没有觉得跟你的 X 很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啊 ，X 真的很不一样，但这跟我的三很像。对，三是一样的。对，三三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接下来新的三又完全不一样，又完全不一样了。哇，这个很赞的，你知道什么东西？这电动玩具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可以打电动啊。有，这个我们也有，九瓦出的，因为它车上会有内建的游戏，所以说你可以是直接可以从这边打电动。对，充电的时候就打一下的，这个很赞。你看它的雨伞是卡在这里的，哦，这个很方便的。我一直想说它做这一个到底在干嘛，原来是雨伞卡在这里。倒是这一个，我等一下来问问它，这个我一直卡不太住，对。一个可以放在座椅下的收纳盒，它已经有 iPhone 15的支架壳了，蛮酷的，感觉他们有更多的东西啊。这边，刚有一个新车主跟我说，这特斯拉不送吗？没，没有，对，没有送，你要抛弃以前油车那个业务，什么都送，对，他就什么都没送，对，什么都没送。他给我一个信封袋，外面写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你们要确认一下。那我就抽开了一张纸 QR code， 就这样子。买 Model 3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需要这个，然后呢，我就已经开到快没电的时候，公有停车场发现没办法充，因为没有转接头。那我就问那个业务说，哎，转接头你们推荐哪一家？他就跟我说旧瓦，所以我就赶快上网买。这是我们旧版，对。那这个新的它的升级版是什么样的升级？它是可以上锁。哦，还可以上锁。没办法，对。搭配锁头。对。是现在新的可以搭配锁头。所以这个是可以搭锁头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保时捷的充电枪，它的形状比较特别，对。对。相容旧款的，跟新款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一期汽车主，就是 B 六啊、BMW 电动车。这个是 J177，这个就是最旧的那个好 TBC， 所以通常会是这样一组，对不对？因为收纳包都是帮你们就是两个接来，就看你今天到哪个地方，对，就充电就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只要这两个都可以用了，我是很方便的。这个是怎么使用？我一直不太懂哎，就是它，我把像你，我会建议说你们用这个，对，特斯拉原厂的是只有128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可以扩充到256，对，比较多的容量，对，装你的烧饼，对，对，那这边的话就是遥感需求的时候使用，搭配我们的接收器，对，或是你想要外接音乐什么的，对，都可以拔开来，然后再烧箱的那一个，那一个，哦 ，OK，OK， 如果你还是想用你原厂的128，那你就是要用这一个。哦、oh, ，OK， 但是这个不适合 X 车主，因为你们手套箱插的位置跟三 Y 不一样，所以变成是 X 插的话，这个会在下面。OK， 对，但是三 Y 的话是 OK， 对，在侧边。对对对
我现在看了一下，很多 X 的不太能用，就没什么给 X 的。对，有吗？还是有吗？这边是内装的，对 ，OK。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杯架、杯垫。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号，它长得很像，但是这个是专门给 X 用的，一样有灯的，有 USB A 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放在椅子下面的，因为你们三的空间不够，对，对。这个的话是 Y 跟 X 都可以用。哇，欸，这很方便哎。对，或者是去野餐，小孩去玩沙，是很方便哎。哦，那些比较容易脏的东西就可以送到这里，然后又防水。然后就是我们新的香氛，有这个很好用。那桌板一样可以用，这是共用的。对。哦 ，OK， 那这个呢 ，Mac 一样可以 ，Mac 一样可以吗？可是它不是会转吗？对，所以特殊的安装，就是我们会帮你安装。哦 ，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一样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换成那个了。哦 ，OK， 软一点的。好，那我把它移过来。然后等下请店员帮你。还有就装遮阳，不然应该太热了。对，超热。先借一下副驾的位置。没问题。所以到时候如果去贴隔热纸的时候，隔热纸应该从里面贴。对对，通常都贴。到时候会再拿下来一下。它还会再拿下来一下。OK。它要拿的时候，它一定遮阳先拿下来。对。然后它的卡扣应该会帮你拿下来。对。请它一定要留好就好了。对。那如果后面不知道如何再装回去，可以再找我们。因为前窗这一片很大片，尤其头顶这边会比较晒，超热的。而且因为我刚刚去打完那个皮秒，然后呢，他说，不能够晒太阳。现在这个前面就这么一大片那个没有贴隔热纸的，躲不了的。我在装的就是卡扣，那卡扣的话，我们就装车的两边，分别两颗啦。我觉得我之前不太会用，可能装的就没有很稳。我改天再开回来了，那你帮我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就装左侧两颗，这个我们放上去这个缝隙啊，对，然后确认它不会掉，就把它扣住。甚至很多车主新车嘛。就是想说，哎，我会不会伤到我的内装之类的？其实还好，我就放上去而已。对，我懂。那这边前置就做好了，就是先装四颗，四颗卡扣上去。接下来就是前片的遮阳，金属都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它是方便收折啦。都太热，甚至停户外的时候我们需要上。那有时候我想看天空，就把它拿下来，甚至秋冬天，对，就可以拿下来。然后弹开之后。它就是整个这样子的大小。银色的布面是朝外，黑色朝我们自己，黑色朝内。有些人会觉得说，会不会很阻碍我的视野？所以至少一片为止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垂垂的效果就很明显。所以至少一片，对，这样把它撑住。OK， 是否更稳？头上对，就更稳，更稳。后面就不用管它了，没错，就这样子。因为后面它这边也没有卡扣的扣的，前面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装的是翼门上面的，它才真的刚好就在头上，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把这一块填起来。后窗就不用卡扣，因为它刚好放上去之后填满这一块。这个真的超赞的，我刚一路开过来真的热到爆，现在非常的舒爽哦，直接扣上去而已。对，这个就很容易，它就是扣上去了。哇哦，它的位置在这边。对，这个的话它是我们的椅背挂钩，那它除了是挂钩之外，我们做圆弧的造型，一个是对小朋友比较友善，如果后座坐小朋友或做一些长辈的话，它有时候进出我们如果是挂钩怕刮到，所以我们就做圆形比较友善的设计。那再来圆形的话又结合了 MagSafe 的功能，如果后面啊可能要贴这个手机，可以当手机支架， iPad mini 的平板，对，它也可以使用的。然后位置的话在这边，我们这里面是做金属材的，但在车里面的位置它这边都是做细胶的，所以也不会说伤到，不会去伤到，然后更防滑的效果。这个缝隙塞进去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很方便。对，所以就是你要挂购物袋、塑胶袋类的话，我们就利用它的上半圆，这边就可以直接勾了。然后我们还有附赠一个 MagSafe 的磁圈，现在很多手机壳它都有相容 MagSafe 的功能。对 对，不管说 Apple 原厂或其他副厂啊，其他的房间都会有做。那你可以粘在你的壳或 iPad mini 本身的背后。Okay。被这个Jowa的遮阳帘挂上去之后，哇，一阵舒爽。Model 3也是，它不用卡扣，它就是直接这样塞在座椅塑胶模板的中间就卡进去就好了，也挺稳的。我很推荐它的这个脚踏垫，很好用，非常好用，直滑。然后因为它比较粗嘛，所以比较容易洗。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白色座椅，一年半没擦的这种的，好清理，直滑很重要。这个也要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很常出去旅行嘛，露营啊，或去海边玩，那个沙真的很难清。你不管再怎么冲洗的干净，其实
小朋友上车的时候，那个脚都还是沾满了沙粒。像这种，它还有做一个凹槽，它可以保护，不会让那个沙跑到车上的地板上面去。那你回来的时候，整个就拿起来一倒，它就干净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全系列商品的下一个。接下来我装的是这边 X 里面，然后有充电孔，它在这边两颗 Type C 充电孔。哦，对 ，Model 3也是，有时候我们充电的时候蛮麻烦的，因为我往下绕，多一个弯角，而且线就是一定会凹折一次。是，那凹久了，你那条线拆起来的时候，直接变 L 型。没错。那我们有做一个充电的扩充商品，这一颗。哇、wow。那这一颗呢，它是放置在这一个轨道上面，这个轨道，所以它可以跟着轨道滑。没错，它会跟着我们的背架，就是它这边啊，它有个磁铁在这里，可以扣住。对，它就是也是磁吸的。那变成说我们要离开也可以，但是至少磁铁让它稳住，跟背架变同步的。所以这边也是可以吸的，主要是这个，这边是那个粘在这。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。我觉得教一下安装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像我这种就是电脑白痴跟 DIY 安装白痴，我每次买来都不知道怎么使用。安装的话，我们这边会有一片铁片，铁片我们先。对到这个刚好有个方框位置，就把它吸上去，它是吸在上面的。然后我们就把它的背胶撕掉。那有点像我们在使用无痕挂钩一样，背胶撕完之后压在这上面。对，然后让它出来，我要确定压紧。哇，好方便哦！因为这是背胶，我们刚刚的力道上去嘛，最好再多贴一下。再多贴一下。对，收纳盒推出来的时候，我要它这样子。对，顺顺的出来这样。背架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样子出来。但是说前面的收纳盒，我们也把它推出来的时候，它是刚好的。哎，可是如果我这边我放一些个人用品啊，放一些零钱，甚至说证件类的话，我想要有点隐私遮起来，会不会就充不到了？对不对？这其实这边可以做一个微调。怎么做？这边我们放杯子，其实它可以往后退一点，有一个阿索比在，不影响我们背架使用空间。这边的孔又可以露出来，不影响背架使用的空间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充电，有隐私，有充电，有背架。电灯，没错，它是一个电灯。这一边它会有亮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到我的手掌是有亮没亮的。有亮。我们有时候找东西，尤其晚上的时候不好找，很难找。对，需要一个灯源的话，你就从这边去把它点亮。它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是可以叫忍耐考验，我要贴保护贴。那为什么叫忍耐考验？我们贴保护贴最怕什么？会有粉尘，没错。我等一下会先把冷气关掉，门也会都关起来，半密闭的一个空间就很热。那相对来讲，贴保护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，就是无尘室的感觉。无尘室开始。之前我会先把冷气关掉，对，忍耐一下，会蛮热的，尤其今天的天气哦。我的保护贴有分前片跟后片，我们现在先贴前面的屏幕。我超级不会 DIY， 然后我非常害怕，然后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超开心。来门市的很大的好处就是这样，需要一点小技巧的、啊，回去的话要摸索一下，那不如来这里，没错，没错，安排。就像那个 MagSafe 啊，我上次安装嘛，我们用了两代，第一代安装比较黏，然后第二代就超级好安装了。可是我两代我都没有去用充电，因为我看那个要从旁边塞，塞线，所以说好没关系，就先这样。这是我等一下会用到的工具组门，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哦，耐力大考验。看得到的啊，比较明显大片的棉絮吧、这个很重要，擦掉。我上次就是没有做这个动作。我们七月的时候还有台中门市也已经开幕了，那高雄的正在准备。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对，筹备中，比较近的，交完车就开过来。对，在比较近的地方就能找到买配件的位置。台北、台南没有交车点吗？台南有，台南也有。北中南就是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。我刚已经清洁好了，那这片放上去的时候很容易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用怕走场贴歪之类的。因为我们有这个荧幕的字距，就这样直接给它贴上去。对，所以这个字距会帮你抓好。那现在我就让它的静电自己去跑动，我会用刮板去把空气慢慢的往外刮出。OK。OK， 会像这样。那这边还有一片保护膜，撕下来。所以这个上面的已经都下来了。对，这样就是一片保护贴了。好了，它都是雾面的嘛？对，这两片我都选雾面的。对，因为雾面我们通常也比较建议，比较不会反光。对，保护膜撕掉，跟刚刚的步骤差不多。接下来后面的萤幕，后面的跟前面的不同的就是说没有那个萤幕安装的字距。对，那因为特斯拉帮我们做好字距了，左下这跟右下还有一个弧度面的地方，我们就是用它这个弧度面绘上去。对，先放上去，所以就用它的底座直接就当一个字距。那现在只是放好，我们还是一样跟刚刚一样要跑它的静电完成，这样完成了，对，它就不用挂了。
对，那再来下一个，我们应该会装脚踏垫。脚踏垫，那脚踏垫的话就会比较累一点点。哦，对，因为等一下是放上去而已。没有，我们要先把原本的拿起来，原本的就先收着了。但我妈都上，我是把它放在这个的上面而已。哦，直接放上去吗？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啦，你至少要先把原场地的拿起来啊，会比较没有吻合。对，对对，那高度上不太一样，尤其在 X 却比 Mountain 更明显。对，它的这一块啊，就是绒布的地垫，我们的商品放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算魔鬼毡定位的位置，对，不要让你踩踏的时候会滑动嘛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那你如果没有拿掉的话，它就变成只是放上去而已，那两块东西就一直在那边摩擦。OK。最艰难的就是侧边这边要先定位，因为你推椅子如果它没有的话，就一起被往前推了。也不想要主架这边影响的话，对对对，其实也可以再把它绕过去。对。然后藏进这一个缝隙里面，它这边也是一个藏线的方式。是、okay. 我今天体验到了，我再也不要自己装了。相当专业了。对，真的太棒了。